内地小鲜肉黄子韬早前先同爸爸一起开娱乐公司，两父子大展拳脚。不过呢日黄子韬就喺网上面发文，再度暗示有意退出娱乐圈。其实佢都唔系第一次暗示想退出娱乐圈噶啦。今年一月，佢话压力过大，唞唔到气，仲话想消失一段时间。之后六月又拍片自爆想消失，不过当时黄爸爸就即刻出嚟澄清，话佢只系综艺节目告一段落。今次佢又讲啲乜？佢就话特别嘅我为特别嘅你哋，就系好挂住你哋。再忍下，有啲耐性，你哋就会发现睇到我好多嘅秘密。同埋正在默默做紧嘅事，而家嘅我唔仅仅系自己一个人啦，要做嘅事情太多，但请原谅我嘅内心并唔系一个想做偶像嘅人，唔在乎嘅人同事太多啦，活出咗我自己，到而家好开心做紧我该做嘅事，完成咗每个计划里面嘅目标，都系嗰句五年后见。一句五年后见，又惹嚟网民估佢暗示有意退出。其实真系压力大嘅，就唞下休息下啦。